太古西本山有四个知名物业，俗称四条 A。今日我哋会睇其中一栋维园阿苏瓦，位于西摩道二 A 号，2012年入伙，系一座单栋物业，提供126个单位。今日睇嘅单位就1301尺嘅三房套。入嚟有一个玄关，转入去就一个长形嘅厅，这个厅就相当方正。然后外面一个细露台，个露台有梯形嘅，略为窄身。望出去就楼景为主，整个厅就很阔身，摆位相当方便，都够足够的空间走动。厅中间就有个西厨区，它做了一个 island 沙，再入去就一个工人房，里面有工人浴室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中厨区，有道玻璃门，推开它就有一个 U 型的厨台，摆位或者工作台面都相当足够。顺住走廊行就是一个客厕，有窗的。这边就是第一间睡房，第二间睡房就望回另外一边，这边就是主人房，相当阔身，有个窗台位，望出去都是楼景为主。最后尾就主人浴室，有齐豪宅的四件套。整间看完了，似这间业主现时的放售价是4000万，尺价大概是30000元，你们觉得值不值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么多，我是 Louis， 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